前两天呢带他俩去爬山了，搞得身上全都是土，所以现在整个看上去都灰灰的。走吧，洗澡去。来，那怪兽的尾巴咬的，哇！不，这个人能打个嗝。蹭干了，你看。哦，这个正好来。你俩这是什么？抱团取暖？抱团晾干。两位男宾，怎么样？你们的大喜之日结束了。你在干嘛，卢卡？